561集，宋。咱们奉旨下界，如何擒拿昆仑、东岳和丰都的贼人啊？新任的天机上神对天道世界的公务不甚了解，询问。啊，还有那个反贼许应，这仙路上说他善于作妖，我们理当先去擒拿此人，免得他继续作妖啊。他此言一出，其他天神纷纷笑了。天机不解，天理笑道：“哈哈哈哈哈！你把事情办完了，咱们还有什么理由留在下界？”天机上神呆了呆：“老爹，你是新来的，不知这里的规矩。上头让我们下界公干，我们若是第一时间办完，那就得回去交差呀。”天条上神拍了拍他的肩头。我们一般是一边办事儿一边享乐，上头若是催得紧，那就去办正事儿；若是催得不紧呢，那就先享乐，等催得紧了再去办正事儿。反正啊，是能拖则拖，不能拖再办。哎，也不要一下子就办好，要慢慢的办。天机上神若有所思。那么我们去元兽世界？其他天神又是哄堂大笑，天机上神脸色涨红，不敢再开口。天罡免得他尴尬：“哎呀，咱们都急往元兽世界，那还怎么享福啊？诸天万界这么多，哪个世界不能作威作福啊？而且我们也有托辞，别说东岳、昆仑和丰都的反贼啊，离开阳间和元兽，我们去其他世界追查他们的下落，既显得我们能干，还能偷懒儿。”众多天神纷纷开始挑选诸天，争夺那些资源丰厚的世界，想要下界，须得有下凡仙符，是一种预制的牌子，用仙道符文刻绘各界的名字。持此宝物，才能突破天凡屏障，真身降临，将来离开凡间，返回天道世界，也是靠此物才能回来。天机上神是新来的，不敢和其他天神抢下凡仙符，又想起一事，询问天罡上神：“万一我们去其他世界，真的遇到丰都、东岳或者昆仑的反贼呢？”“当然是跑呀！”天罡白了他一眼：“哎，你还死心眼子上去打不成啊？那些反贼那是何等的凶神恶煞，那抓着你不把你生吞活剥了呀！”天机上神心里砰砰乱跳。哈，那这个善于作妖的反贼许应实力强不强啊？一众天神纷纷露出鄙夷之色。强个屁！我若下界，哼，一招便将此子擒拿。哼，命久一点的炼气士罢了。昆仑之战中，几个在许应和袁未央手中吃了苦的天神，如天理上神都是欲言而止，没有多说什么，免得丢了颜面。诸神挑选好各自要降临的世界，动身前往天道世界通向下界的渡口，便将各自的下凡仙符祭起。那渡口是通天河，下凡仙符光芒大放，光芒裹着一尊尊天神坠入通天河。下一刻，下凡仙符载着他们穿过天道世界和凡间屏障，化作道道流光，如同一颗颗巨大的星辰，向不同的诸天世界而去。天机上神心机颇深，见没有人选择元兽世界的下凡仙符：“这些道兄居然忘记了许应这个大功劳，便宜了我。”他心花怒放，抓起元兽世界的下凡仙符，来到通天河，将仙符祭起，便见河水中映照出诸天万界的景象，其中一个世界顿住越来越大，正是元兽世界。这世界中正有人祭天，闻达天听。天机上神截获这一缕香火之气，却是元兽世界的空明洞天中有一个白发老者和红长女子焚香上报，说他们的湘潭发生了重重诡异之事，案犯许应试图摆脱镇压，盼望上神早早处理云云。天机上神毕竟是新来的，
上一个天机上神因为说错了话被处理掉了，因此他对许应一事也所知不多，闻言不由得心花怒放。哇，这个洞天中这么多道飞升霞光，一看便知极为富饶，况且这个世界3000年前经过大清洗，高手尽绝，嘿嘿嘿，我选择元兽世界真的是选对了。他当机立断，以神力化身降临空明洞天。吾乃天机上神，念尔等心诚，吾当真身降临，尔等速速准备祭坛。空明洞天中，北辰子与玉堂仙子又惊又喜，浑然没有料到他们如往常一般向天界焚香祷祝居然会得到应答。两人喜极而泣，相拥在一起，北辰子嚎啕大哭。往年焚香上告邱爷爷告奶奶，哪个天神肯理你，没想到今日居然有天神应答，答应下界。玉堂仙子仰面朝天，眼泪顺着脸颊流下。苍天有眼，我们终于是来运转了。北辰，别哭了，抓紧准备祭坛。北辰子慌忙抹去眼泪，与他一起搭建祭坛。两人正在忙碌，又想起这些年遭受的苦楚，禁不住悲喜交加，涕泪横流。仅仅是搭建一座祭坛，他们便哭了4-5回。祭坛搭好，两个人止住泪水，焚香上达天道世界，以香火作为牵引。天机上神当即顺着香火之气祭起下凡仙符，穿过天河和天凡屏障，降临元兽世界，直奔空明洞天而去。嘿嘿，元兽世界我来了。另一边，天意上神选择降临的是太初世界，这方世界贫瘠，天地元气不知何故被生生榨干，此地的人们不能练气，只好去练武强壮身体。天意上神上次捉弄许应时便把许应丢到太初世界，给他安排了个新身份，但出了差池，以至于许应进入武道先天，突破武道桎梏，竟然走出了一条另类修炼之路。天意上神的石像前来追杀，却被一群脑袋里都是肌肉的蛮子给打爆，吃了苦头。我不在乎太初世界的天地元气，也不在乎此地是否有宝物，只管报仇。天意上神如同一颗明亮耀眼的星辰，直奔太初世界而去，远望这方世界，杀心顿起。这个世界的蛮子都将被我血洗，我不急于杀他们，先将那些凡人通通祭天了，再慢慢杀他们。咦，他接近太初世界，突然精神大振，远远便察觉到奇妙的天地元气竟然从这方贫瘠的世界散发出来。那股天地元气竟有5色之光，天地元气的品阶极高，远胜其他世界的天地元气。短短几年不见，太初世界竟然变得富有了。天意上神又惊又喜，哈哈笑道。我洪福齐天，莫非不是天意，而是天运？这方世界落入我的手中，能让我实力翻上4-5番，可与仙人掰手腕。第562集，宋。他呼啸而至，下一刻，太初世界的芸芸众生纷纷扬起头来，只见天空中突然出现一个太阳一般大小的红斑。红斑是块血肉，那块血肉飞速生长，向四面八方蔓延，很快侵占半个天空。有血色触手交织，从天空垂落，天空变得猩红一片，下方交织的血肉渐渐形成人形，
这是一尊巨人，巍峨如山，筋肉充斥着难以想象的力量。呼的一声，天空中血肉如同披风呼啸抖动，巨人飘在天上，神力与天道符文结合，化作高悬在太初世界上空的长刀。浩浩荡荡的天道之威从天而降，霎时间弥漫整个太初世界，让人觉得无比压抑。那些意志稍微薄弱的人已经失去了自我意识，陷入癫狂之中，双目血红。只听一个威严的声音从血肉中传来：众生，你们有罪，吾乃天神天意，要降劫于你们，但上帝有好生之德，第一天你们将死一程，第二天再死一程，第三天再死一程，除非信奉我。天意上神说到这里，突然注意到这太初世界中有一座山与众不同，是一座五色之山，泛着五色光芒，山上多金玉之草。那座山上还有一个白发苍苍的老者，有些面善，除了白发老翁之外还有几个人，都是些将脑浆练成肌肉的武道高手。天意上神看在眼里，怒上心头，便让他们每天死一个，直到死绝为止。他刚想到这里，突然注意到山上有个布衣男子，身材魁梧，精神意志无比坚韧强大，竟然形成武道诸天的意象。这个人有些面善。天意上神突然想起那日在昆仑山上的玉京城上空独立对抗仙印的那个布衣狠人。布衣武帝沈洛向武天尊、翟武仙等人说道：我有一招名叫彼岸，今日传与你们。他站在五色仙山上，精气神贯穿合一，元神、武道、气血、肉身力量一统，一拳轰出。以你来献祭武道的彼岸。他这一拳打出，身后浮现出一个极致的武道世界，五色仙山四周天地大道齐鸣，太初世界的座座神山霞光喷涌，有灵的大河飘荡在空中。伴随着这一拳，整个太初世界竟然跳动了一下。下一刻，天空撕裂，高悬太初世界的天道神刀支离破碎，天意上神那孔武的身躯被激荡的武道杀招摧毁，只一拳，天意天道荡然无存。武道苍茫，搅碎他的意志，将天道的痕迹轰得干干净净。这便是武道彼岸。布衣武帝沈洛收回拳锋，向众人黯然说道：可惜呀，我虽然开辟出武道彼岸，但始终无法将这座彼岸完全开辟出来。我的武道已经真至自身所能真至的极限，再往前走已经无路可去啊。哎，我始终比那位开辟六大彼岸的存在逊色一筹啊。翟武仙走上前来：倘若我们也突破到武道飞升境界呢？一个布衣武帝不成，那么十个布衣武帝呢？沈武帝露出笑容，豪情万丈：好，我不信我们这些武道强者加在一起会比不上那个开辟六大彼岸的存在。武天尊白发抖动：众人齐心，其利断金。沈武帝虽然豪气干云，但心中始终有一股阴影。他曾经只身横渡六大彼岸，将这些彼岸查看一遍，发现那人留下的痕迹。他那时才骇然地发现，开辟六大彼岸的竟是同一人，至今他依旧难以达到那人的高度。唉，
集合我们这些武道强者的力量，能够与那人并驾齐驱吗？他心中默默说道。征和世界，天霄上神如同一片天幕，无声无息地降临到这个诸天世界中。他不似天树上神那般莽撞，而是先行走在这片世界中，查看是否有威胁到自己的强者。不过他探查一番，没有发现有什么强者隐居在此，方才笑道：天霄天穹也，我乃天霄上神，先蒙蔽这方世界的天穹，遮挡住日月星辰，让这界的众生知道何为敬畏。他想到便做，当即蒙蔽了征和世界的天穹，将日月星辰通通挡住。世界陷入黑暗，一时间人心惶惶。天霄上神正在自得，突然只见被他蒙蔽的太阳中，一只三足金乌飞出，探出利爪抓住他的手脑，张口喷出熊熊火焰，将他点燃。那是一只母鸟，凶恶无比，身上还缠绕着锁链。天霄上神奋力挣扎，却骇然地发现那只三足金乌竟然拖动着这轮太阳。我好像惹到了什么不该惹的人物。他刚想到这里，便被那金乌叼在口中，扬直了脖子吞入腹中。太阳中，冬月的身影浮现，面色阴沉。这么快便被仙界发现我的踪迹了吗？居然派一尊伪神来杀我，真是小觑我了。他冷哼一声，凶气大发。我死亡60000余年，已经被人轻视到这种地步了吗？剑元世界，天云上神降临此地，远远便看到巍峨的昆仑神山。糟糕！他正欲飞走，便见一道霞光如虹一般飞来，将他卷住，拉入昆仑神山之中。西王母拍死天云，炼化云气，点缀昆仑山，向袁未央说道：此地已经被天神察觉，还请仙子帮忙前往其他世界躲避。阴间，许应走出明海，抬头仰望，便见天空中一颗颗星辰还在杂乱无章地游走。那是那些钓鱼客依旧不死心，在明海上空搜寻他的下落。本因大帝虽然不是巅峰状态，但瞒着他们将我送到海岸边，还是可以办到。徐应远离明海，赶向奈何，待来到奈何桥，徐应向桥上的孟婆远远欠身。孟婆脸皮抖了抖，装作没有看见他。正在这时，奈何桥的桥头，一个宫装女子走出迷雾。你是许应？这张符是你写的吗？她晃了晃手中的符箓，许应凝眸看去，正是自己写给傻子阿福的那张符文。她正要说话，突然又有一个少女的声音传来，清脆的像是萝卜。许应，你是许应？我寻你很久了。许应循声看去，奈何的河面上，另一个宫装女子站在船头，俏生生地向他望来。许应站定询问：两位姑娘，你们是？第563集，元神十二征。这两个姑娘都是一身宫装，便像是画中走出的佳人。衣裳极致华美，锦绣罗绮，环佩叮当。站在桥头的女子，头冠有云纹宝石，配金凤，细小的珍珠玛瑙做点缀，分为不同颜色。单单发饰便有100-200个细微法宝。船上的女孩头冠也是极为华美，耳环细致，绿翠珠子2-3颗垂下，金线相穿，也是经过千锤百炼。他们衣裳以宝石碾碎了染色。船上少女以红与黑为底色，长裙大袖柳腰。桥头的女子身上的宫装有红黄紫三色，晕染鸾鸟飞凤祥云的图案。
肩头披着青色的飘带，他们身上飘带若一缕烟霞从他们腰肢和肩头绕过，在他们身后流转。许应见过不少女孩，但似他们这般衣着华美的却不曾见过。如此华美的衣裳丝毫压不住他们的容貌，桥上的女子端庄，船头的少女明媚，都有惊艳之处。许应粗略数了一下，桥头女子身上零零碎碎的法宝加在一起有300多件，船头少女较少一些，只有200多件。那桥上女子目光落在船头少女身上，露出警惕之色。我叫花错影，奉师命前来，师尊说你的符文写得很好，请许公子前去做客。船头少女也看向桥上女子，心中凛然。我叫楚香香，奉了父命前来，请许公子去做客。孟婆端起茶碗，笑吟吟地看着他们，心想着，二女争夺一男，这还不杀得个天翻地覆，血流成河呀。他心痒难耐，正要饮茶定定神，突然醒悟过来，连忙放下茶碗，暗自后怕。哎呦，老身若是一口闷了这茶，恐怕阴间秩序便要乱了。徐应心生警觉，如今许多钓鱼客知道挪祖洞天落在我手中，都在试图寻找我的下落，难保他们不是钓鱼客。他打量两个女孩，花错影手中的符箓是我送给傻子阿福的符箓，却落在他手中，难道傻子阿福出事了？他婉言相拒，在下还有要事在身，无法前往做客，两位姑娘就此别过。楚香香笑道，徐公子，你忙你的正事，我和这位花家姐姐还有事情要商量。花错影也笑道，我也正有此意。二女对视一眼，目光错开，杀心暗起。孟婆又端起一碗茶，笑眯眯地看着他们。这修罗场一开便是腥风血雨呀。他心中诧异，哎呦，许公子那被晒黑的小脸蛋儿，居然也有白嫩的一天。许应心中也有些怪异，沿着奈何前行，心想着，这两个女子分明彼此不认识，见面却说有正事儿，真是古怪。楚香香见他走远，站在船头仰头上望。花家姐姐来自为虚，对不对？听说里面坏人很多哦，花家姐姐能够活到现在，一定本事不弱吧。孟婆听到为虚二字，手一哆嗦，孟婆汤险些泼出来。哎呀，这个花错影竟然是为虚来客。花错影身形飘然而起，落在楚香香的小船上。楚家姐姐，莫非来自苍梧之渊？你们苍梧之渊里面也有很多坏人呢。楚香香笑道，这倒也是。孟婆惊疑不定，苍梧之渊，这个楚香香是老怪物的女儿，他们一个来自为虚，一个来自苍梧，天敌对天敌，这下热闹了。小船从奈何桥下驶过，小船上两个女孩笑语艳艳，身段风流，长得又好看，让人赏心悦目，阴间似乎也因此春暖花开，阳光明媚。突然花错影娇躯旋转半周，身段一甩，法式之间百余件法宝的威能爆发，下一刻日月齐天，群星闪耀，将楚香香拖入一片星云之中。花错影头顶凤冠飞起，化作金凤扑击，拖着长长的烈焰。楚香香站在船头，迎上日月星辰和金凤。少女微微一笑，身后一尊无比巍峨的元神冉冉升起，掌拨日月，手摘星辰。她身上玉佩飞出，化作玉龙迎上金凤。二女稍微碰撞，便立刻知道双方实力差不多。
花错影不由分说记起一座十二重楼直接压下。哼，楚家妹子对不住了。那十二重楼悬空，神光大作，楼中有十二尊少年烙印，各自睁开眼睛。楚香香顿知危险，顾不得许多，把身子一摇，身上二百余件法宝呼啸飞出，迎上十二重楼，啪啪啪的，天空中一件件法宝纷纷炸开，但凡遭遇那十二重楼，便直接被碾碎。还有些法宝尚未接近，法宝上烙印的道像便直接破碎。楚香香心中一惊，啊，那些都是我千辛万苦采集苍梧之渊中的神精神玉才炼成的宝物。那座神楼中蕴藏着极为惊人的大道威能，又有仙道的可怕之处，还未接近便让楚香香察觉到自己体内的元气失控，西夷之玉中的道像也有崩裂趋势。这法宝简直无敌了，除非借我父的本命法宝才能与之对抗。楚香香咬牙把身上的工装衣裳脱掉，抖手祭起，化作漫天云霞，红的黑的白的遮天蔽日，迎上十二重楼。下一刻云霞尽碎，道像崩溃瓦解，花错影冲出碎掉的云雾，目光锐利如剑，四下扫去不见楚香香的踪影，只剩下一艘小船。那艘小船也是难得的一宝，但在十二重楼的压迫下竟然变得腐朽易碎。花错影冷哼了一声，轻轻拂袖，小船就碎成了齑粉。他飞身降落，来到奈何桥上，看向孟婆，前辈可知那个楚家女子逃往何处？孟婆摇头，不曾见到。花错影盯着他，身后十二重楼浮现，前辈神通广大，一定知道他的踪迹，对不对？孟婆冷笑一声，花家小丫头，那座神楼虽然厉害，但不是你厉害，不要自讨没趣。自讨没趣四个字吐出，顿时有无数个声音重叠在一起，阴间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无量的星空。孟婆身躯广大，坐镇虚空中，奈何连接诸天万界，亿万众生如同蝼蚁。去字吐出，这尊古老神奇的浩荡神力爆发。第564集，元神十二征。花错影站在那里，身后十二重楼光芒绽放，身前身后如遭重击，但见星空被冲击的飞速向后移动。花错影惊疑不定，待到这一切平息，孟婆真身和奈何勾连诸天万界的恐怖景象终于消散。他四下看去，只见自己不知被冲击到何地，好在有这座十二重楼才没有受伤。这尊元始天神的实力真是太恐怖了，法力之身只怕比师尊也不遑多让。他定了定神，伸手一滑，天空中一道深渊裂开，露出一只巨大的眼睛咕噜噜地转动。花错影借这只深渊巨眼观察一番，飘然而起，足踩祥云而去。奈何桥上，孟婆也惊心不已，喃喃说道，这座神楼好生强横啊，我原本打算给那丫头一个小小的教训，没想到竟被神楼阻拦下来。为虚中的老东西把这座神楼练得不似人间法宝了，这座神楼中有许应那小子的烙印，莫不是……他急忙摇了摇头，哎呦，与我无关，不要多管闲事。许应沿着奈何前行，忽然从天上掉下来一个姑娘，啪的一声砸在河面上。许应连忙后退几步，表示与自己无关。那姑娘秀发散乱，上身只穿着一条新衣，护住前胸，
脖子上挂着一根红绳，背后空空，好在腿上还有条白色裤裙。许应看在眼里，心中狐疑，这位姑娘不是那位楚香香姑娘吗？为何身上的工装没了？楚香香披肩散发，嘴角流血，一手捂住胸口，一手抓向她的手腕，神色惊慌。我父是苍梧之神，化错影追过来了，他的法宝很厉害，快快找个地方躲一躲，否则你我性命难保。徐应闻言四下望了一眼，当即牵着他的手飞速说道，随我来。楚香香跟随他踉跄前行，过了片刻，便见许应来到岸边的一处山溪前，取出一个破木门，轻轻地扣了扣，那门中传来一个女子的声音，谁呀？萧克，你去开下门。过了片刻，李萧克从里面打开门，看到许应和楚香香露出惊讶之色，谢宝弟躲避一个敌人。李萧克打开西夷之域，请他们进来。许应收起木门，带着楚香香走入这片银井前华地。楚香香的伤势颇重，体内道相皆乱，不过他也是一个挪师，很快便稳住伤势。许应向李萧克夫妇告了声罪，惊扰伉俪，还请恕罪。那妇人笑道，我们这里不常有人来，只有我师尊时不时来做客看望我们夫妻，你来了我们也是欢喜得很，怎么是惊扰呢？李萧克含笑点头。那妇人对楚香香很是热情，帮她查看伤势，又取来自己的衣裳让她穿上，与她说着闲话。徐应凑到水井前查看外面的景象，楚香香伤势好了一些，也来到井边向井中看去。少女目光闪动，悄声说道，徐公子，这对夫妻有些不太对劲，我是才看到他们的后脑勺。不要告诉他们，他们都知道自己已死，也知道对方已死，但是都没有挑明。他回头望向男耕女织的李萧克夫妇，目光悠悠，挑明了，他们执念便会消散，这方天地也会瓦解。楚香香身上换的是妇人的衣裳，有着少女的明媚，显得颇为动人。可是这座银井前化地不是正法锁链，迟早会凋零消亡的。徐应收回目光，将来的事儿将来再说。楚香香还待说话，突然井中水面上浮现出花错影的身影，这女子衣袂飘荡，从这片银井前化地的上空飞过，忽然又停下来四下张望。楚家妹妹，你受伤了，逃不了多远，你一定是追赶许公子了，对不对？花错影的声音传来，许公子，你们躲在何处？妾身并无恶意，只是想请公子去为婿做客而已，只要公子交出楚家妹妹，便还是我为婿的座上宾。他神识扫荡，从虚空中穿过，甚至让这座银井前华地的天地震动，似乎随时可能崩塌。突然花错影身后浮现出一座十二重楼，神楼悬起，定在空中。此楼一出，银井前化地便有瓦解趋势。徐应心中一惊，待看到那神楼中每一层都有自己形态的烙印，更是大惊，这座神楼是……花错影像是有什么发现，带着那座神楼猛然消失，银井前化地的瓦解趋势这才止歇。李萧克夫妇也是松了口气，刚才天地异象，夫妻二人依偎在一起都没有说话。楚香香问，你也看到那座神楼了吗？徐应惊疑不定，点了点头，那座神楼？那座神楼是炼成元神十二征存在的十二重楼，被人割下来炼成了法宝。元神十二征是重楼期的十二种极致境界，每一层楼有一重极境，因此被称作元神十二征。不过大部分炼器士能够炼成元神便已经耗尽了此生潜能了，他们往往被困在这一境界。
而能够元神登上十二重楼飞升瑶池的炼气士十不存一，至于炼成一蒸两蒸的人更是少之又少，百里挑一千里挑一也不为过。至于炼成元神十二蒸的人，我父亲说这样的人诸天万界每一万年都未必出一个。我的意思不是这个，我的意思是说为何那座神楼中每一层都有我模样的烙印？楚香香深深地看了他一眼。因为你就是那个炼成元神十二蒸的唯一一个人。许应想起在无极宗时自己借顾飞鱼之名与挪祖挪鹏的对话，他的声音有些沙哑，继续询问，那么我的十二重楼为何会在花错影的手上？他早已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但是还想听一听。楚香香沉默片刻，因为他们割下了你的重楼、瑶池、神桥、玉京、三关、炉顶和洞天，各自炼成了宝物。这座十二重楼极为强大，在维虚中祭炼了四万多年，已经是人间至宝了。他原本以为许应会因此崩溃，神智失控，却没想到许应依旧很是冷静。倘若我收回十二重楼，是否会重返当年的境界？许应询问道。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阅文集团联合出品的《择日飞升》，由头陀渊和一大群配音小伙伴联合制作。大家都说这本书听不懂，听不懂就硬听，硬听还不懂就再听一遍，谢谢。第565集，天机之死。楚香香思索良久，还是摇了摇头。我不太清楚，你的十二重楼已经被炼成法宝，倘若收回十二重楼，只怕也还是法宝，不是境界。他眼睛一亮。所以你还是要去见我父亲，他是苍梧之神，历史悠远，见解高深，一定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他的眼睛亮晶晶地看着许应，循循善诱。苍梧之渊离这里不远，我们……许应摇头。香香姑娘，你先回苍梧，我还要去办一件正事儿。楚香香眼珠子转了转。那我跟着你，等你办好了正事，便随我去苍梧。李萧克夫妇依偎在一起，那妇人笑道：“你看他们两个，多像一对恋人。”他们争争吵吵，以为世上还有比相爱相恋更重要的事。但是他们迟早会发现，这世上除了两人相依偎，没有更重要的事了。他们相视一笑，徐应向李萧克夫妇请辞，离开这座银井前化地。香香姑娘请放心，我办完一件要紧的事情之后，便会去苍梧之渊寻你，此事未了，我心难安。他纵身一跃，化作一道长虹远去。楚香香急忙追上前去，但哪里能追得上许应？只见奈何两岸群山寂寂，天空清明，已经不见许应的踪迹。楚香香怅然若失，只好返回苍梧之渊。苍梧之渊中有神冉冉升起，询问道：“香香，许应可曾答应与你一起回来？”楚香香摇头，将自己遇到许应和花错影的事情说了一番。他有要事，答应了我，完成要事之后便会来苍梧之渊。那苍梧之神悠悠说道：“这只是托子，他就算来苍梧之渊，也不会拿出瑶池仙水救活我。你说你亲自去寻他，我让你去了，结果你无功而返。如今只有按照我的方法来。”父神的法子是？我将对他说，我有一个女儿，相貌端庄，温良贤淑。我不嫁。说吧，转身离去。苍梧之神哈哈大笑，化作一个头戴荆棘冠的老者。
拄着木杖顺着苍梧之渊而去。他的脚下，苍梧之渊不断地向前裂开，延伸得越来越长，直到深渊中有巨大躯体在翻涌，岩石碰撞，火光四溅。这尊神奇出行导致阴间阳间的碰撞越来越凶。奈何桥上，孟婆感受到那阵阵地动，不由皱眉。苍梧这老不死的亲自出动了，他出行的话动静太大，也不怕惊世骇俗。大地咔嚓咔嚓裂开，不断向前延伸，甚至连那些名山大川中的门派也被惊动，诸多掌教纷纷飞上空中，向下看去，各自惊疑不定。他们纷纷猜测，苍梧之渊为何发生这等异变？难道天地将会再度被尘封？文玉山空鸣动天，天机上神从天而降，准确地降临到北辰子玉堂仙子准备的祭坛上。两人仰望这尊天神，感受到阵阵可怕的天道之威，小心翼翼地控制自己的精神意志，免得与天道意志对抗，激怒了这尊天神。天机上神从祭坛上缓缓走下，从毕恭毕敬的两人之间走过，他身躯修长，比常人要高出很多，长腿长手长脸，身后背着一个大大的竹筒，竹筒里是40根蒜绸，蒜绸上写的是40天道运算，可以算尽天下事，但凡在天道之中未曾跳脱出去者，都可以算出行踪。嘿嘿嘿，这方天地果然是才人辈出，富饶惊人呐。天机上神打量空明洞天，但见一道道飞升霞光垂落，密集如林，让此地的天地元气变得异常浓烈。他笑道，我统治这方世界，得到芸芸众生的香火，若是在擒下许应，那飞黄腾达成为天道世界的神王也不在话下呀。北辰子和玉堂仙子闻言不由面面相觑。北辰子大着胆子问道，上神，许应弱小，擒拿他便可，统治这方世界从何谈起？天机上神面色一沉，我降临此界难道便没有点油水？听闻你们元兽世界连阴间都可以打造一个阴间天庭，不服天道管教，我此来正是要拨乱反正，让这方世界的子民重回天道。北辰子连忙解释，上神有所不知，元兽世界刁民众多，其中不乏强大之辈。天机上神稍稍散发天道气息，北辰子顿时神志紊乱，难以守住神识。天机收敛气息，淡淡说道，天道之下不成仙皆是蝼蚁，凡人就算再强也不可能强过天神。北辰子不敢再说，天机迈步走出空明洞天，来到维羽山。北辰子和玉堂仙子急忙跟随过来，玉堂仙子悄声说，北辰，这位天道神灵似乎有些不太了解情况，咱们元兽世界与众不同，有些活了几万年的老东西阴得很，还有些古老神奇活的时间更久。我说有用吗？我刚才只说一句便差点被天道意志侵占，如今之际只有去寻神州土地，他也是天神，让他来说。天机上神突然说道，附近有高手相争，先降服这几位高手，再征服元兽世界。他飞身而起，向海中飞去。北辰子和玉堂仙子跟上，远远便见海面上一道玄黄之气涌来，随即燃起熊熊仙火，一座黄庭府坐落在仙火中。本期故事已经讲完了，更多精彩内容请在喜马拉雅搜索头陀渊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请给我们五星好评，转发到您的朋友圈，谢谢。第566集，天机之死。嗡的一声，巨大的光环冉冉升起，将那玄黄之气与仙火黄庭府通通照在其中。只听一个声音哈哈笑道：你们几个小辈也敢在我面前耀武扬威，你们追杀我这么久，终于让我养好了伤，今日便送你们上路。那狂暴的法力雄浑无比，天机上神面色如土，即便是天道世界的神王也未必有如此雄浑的修为。他不敢上前，远远望去，便见那明亮的洞天下站着一位鹤发童颜的矮小老者，脚下一条青色大蛇，仙气组成，修为实力强横无边。而与那老者对峙的是三个炼气士，这三人身后有的只有六个洞天，有的却多达一两万个洞天。他们踏足在一个个奇特的世界中，散发道道仙光，仙气缭绕周身，宛如人间仙人。他们未曾跳脱天道，但他们任何一人的气息都超越天神。天机上神面色惨白，急忙飞身后退。而海面上的白发老者与那三大高手终于交锋，海面与天空顷刻间颠倒过来。这些人施展的不仅有人间的道法神通，这些道法神通未曾跳脱天道，若是仅仅如此，天机上神还可以应付，但他们还精通极为可怕的仙道神通，这些神通便非天机上神所能抵御了。快走！他仓皇逃离，身后神通余波紧追而来。天机上神抓起北辰子与玉堂仙子飞身而起，远远遁走。他的身后40根算筹飘起，算筹越来越高，越来越宽，立在天空中。算筹上浮现出各种符文印记，是一种种天道符文烙印。这些算筹前后运转，符文序列变化，组合成不同的天道神通，将后方传来的神通余波挡住。天机上神匆匆回头看去，只见一位绝顶高手已经被那白发老者格杀。洞穿五仙之玉，将那高手仙人般的元神抓去生吞下去。这么凶残！他不禁打个冷战，加快速度遁逃。下一刻，又有一位绝顶高手被击杀，仙人肉身被生吞活剥。天机上神不要命地向前逃遁，冲向维雨山，心想着：哎呀，这方世界固然凶险得很，难怪其他天神都没有选择此地的下凡仙府，我还以为他们忘记了元兽世界。事不宜迟，我借用下凡仙府返回天道世界，再换一个仙府去其他世界转转，不要这功劳了。他刚想到这里，突然心血来潮，天机上神心中微动，立刻催动身后的算筹，但见一根根算筹飞舞，很快便算出心血来潮的原因。哎，那个许应正在向这边赶来。天机上神又惊又喜，飞身落在文宇山上。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那个许应送上门来了。我擒下许应也是大功劳一件。他放下玉堂仙子和北辰子。尔等为我压阵，看我手到擒来。北辰子和玉堂仙子对视一眼，心中悲喜交加，暗想着：苦日子终于到头了。正在此时，他们远远只见一道红光飞驰而来，红光中正是许应。上神果然神机妙算。北辰子恭维一句提醒道：上神，这反贼神通厉害，尤其是近些年解开了一部分封印，修为虽然不高，但神通道法奥妙异常，极难破解。
他不由想起当初他迫不得已解开徐应一部分封印，徐应一扣关期的修为斩杀一尊亲斩仙师的天魔的事情。徐应的神通破天魔斩仙师简直不要太轻松。天机上神笑道，我名叫天机，掌管天机之道，天下任何神通在我眼里都没有秘密可言，我只需要看他一眼便知他施展的是何神通，他神通尚未发出，我便已经可以克敌取胜。徐应势如长虹而来，气势越来越强，只听嗡嗡嗡三声，他的身后突然浮现出三道无比明亮的光晕，正是泥丸、降功和涌泉三大挪祖洞天。另有一道道较小的洞天漂浮在三大洞天四周。天机上神眼角跳动，算筹上的天道符文飞速变化。他还未运转神通，我便已经知道他的每一个动作。徐应周身霞光翻涌，那是仙道的光辉。引颈前化地的仙域开启，肉身、神识和魂力三大仙域铺开，正是三仙之域。青铜神山笼罩星辰的巨树，混乱星河吞纳星辰的红炉，藏道天渊，各种恐怖又宏大的道像组成了这片引颈前化地。北辰，徐应一步跨来，与韦雨山相隔数十里的空间几乎被生生压平，压得化作一座无形的空间之山，向他们碾压而来。天机上神还是没有看出他的神通，猛然咬牙催动40根算筹。我就算看不懂你的神通，也可以将你擒拿。一根根算筹顿时化作顶天立地的竹简，将徐应困在中央。天机上神立刻催动算筹，演化天机阵法，向北辰子说道，我以天机大阵困住他。北辰子和玉玉堂仙子露出恐惧之色，转身便跑，化作两道流光远远遁去。天机上神心知不妙，也连忙撒腿就跑。他匆忙中回头望去，便见一根根算筹炸开，徐应杀出天机大阵，元气化作剑光平平消来。这一剑当如此破解，天机上神立刻催动天道神通，迎上徐应这一道剑光，咻咻咻的一道道剑光斩断他的所有指头，刺入他的体内。天机上神呆了呆，体内一个个天道符文相继破灭，破了他的天道之躯。没有了天道加持，他也不过是肉体凡胎，身躯突然四分五裂，命陨当场。徐应身形化作一道长虹，咚的一声降落在北辰子的前方。北辰子，好久不见。徐应转过身来，面对这位监控操控自己命运长达3000年的炼气士。第567集，给你一个痛快。北辰子心中惊慌，立刻调转方向。玉堂，分头行动。玉堂仙子会意，立刻折向。他们二人配合密切，分成不同方向遁逃。他们从未想到过，当年那个被他们操控的少年，居然有一天会摆脱他们的操控和监视。他们更未曾想到过，徐应有一天可以强大到这种程度，将高高在上的天神也一剑斩杀。当年的徐应是何等弱小，何等无助。面对他们，就算徐应如何挣扎，如何哀求，也不能让他们改变主意，必须与父母分开，姐弟分离，恋人永别。他们一次次拆散徐应，一次次塞给他虚假的记忆，徐应从前无法反抗，只能默默承受，而今终于到了反抗的时候。北辰子向前飞去，浮光掠影，速度越来越快。他从未想过自己居然可以这么快，他的速度达到从未达到过的极致，甚至飞越浩瀚大海，远远望去竟然可以看到大海的尽头。大海的尽头处居然就是一片星空，
大大小小的星辰漂浮其中，群星轨迹混乱不堪，不断有星辰相互撞击，迸发出毁天灭地的波动。这里是什么地方？北辰子从未来过此地，惊讶莫名。只见无数星辰攒动，挤来挤去，还有一块块巨大的陆地漂浮在其中，有山有水，有花草树木。但是下一刻，便有星辰撞击，将那片陆地摧毁，化作岩浆世界。北辰子从一片岩浆大陆上空飞过，他非常惊讶，元兽世界还有这样的地方，我之前为何没有来过？忽然，一座瑰丽无比的青铜神山从大陆的尽头冉冉升起。北辰子飞临这座山峰前，青铜山峰已经挡住了他前方的一切视线。北辰子努力仰头，只见山峰越来越高，山体越来越厚重宏大。他穷目眺望，但见山峰的顶端已经插入天穹之中，四周风云雷电围绕山峰绕动，隐约有仙光传来，仙气垂下。这是一座连通仙界的青铜神山，那片星辰海洋中，无数星辰顿时被青铜神山捕捉，围绕这座神山旋转。而在山脚下，还有一块巨大的石碑，石碑上两个朱红色大字映入北辰子眼帘，显得极为刺眼。不周。北辰子读出那两个字，心神大乱。呀呀呀，不周山是神话传说中的神山，已经断掉了呀，怎么会出现在这里？难道？他心中生出一个可怕的猜测，猛地回头看去，露出骇然之色。只见他回头处，碧海声涛，海浪涌起百丈高，无垠的怒海中立着一尊顶天立地的仙人。那仙人的身后，大大小小的洞天漂浮，洞天中是一方方彼岸世界，仙火洞烧。仙人的四周漂浮着巨大无比的道像，碧海、不周山、乱星海正是其中的一部分道像。而在另一侧，北辰子看到埋葬大道的深渊横贯东西，隐蔽日月星辰的神树有如一道雪亮银河般的剑气亘在宇宙星空中。此时玉堂仙子正在那道明亮的剑气上飞行，剑气清晰无比地映照出玉堂仙子的影子。北辰子这才发现自己也是在许应的银井前化地的道像中，他飞行这么久，其实一直未曾飞出许应的道像。一个挪仙的银井前化地能够有多大？我不信我飞不出去。北辰子猛地咬牙，将修为提升到极致，试图绕过不周山。然而他越是向外飞去，不周山便越是庞大，那一颗颗星体也越来越庞大，自己向外飞行的速度还不如星体之间的距离扩张的速度呢。他回头看去，许应在他眼中也变得更加巍峨伟岸，这样下去根本无法飞出银井前化地。开启九层洞天便是挪仙，银井前化地便是挪仙的仙界，处在银井前化地中，挪仙便是仙人。这个说法北辰子早有耳闻，挪仙是与飞升期炼气师并列的境界，不过他一向对此嗤之以鼻。他早就知道挪仙是一场骗局，不过是别人栽培出的韭菜。从前的挪仙都是修炼一种洞天，其他洞天没有涉猎，其阴井前化地也很容易被人入侵。历史上大部分挪仙都是被钓鱼客韭菜佬吃干抹净，甚至北辰子自己就是一个韭菜客，也培育过自己的挪仙，收割过几次，但是他还是头一次见到真正的挪。九洞归一，挪祖洞天才是真正的挪，是挪法的顶点极致。现在他面对的就是这样一尊挪仙。
北辰子咬牙猛地折返回来。既然逃不出银井前化地，那么只有正面抗衡了。我就不信仅凭你三座挪仙洞天能与我的三千年法力抗衡。他向徐应飞去，身后大大小小的星辰在不断缩小，不周山的形态也在恢复，距离徐应越近，徐应的体魄便越小。待到北辰子冲至徐应跟前，只见徐应的身形已经恢复如常。北辰子暴喝，祭起棋盘。他已经新练了棋局和棋子，这些日子他东躲西藏，惶惶不可终日，唯恐被徐应寻到，因此将棋局和棋子千锤百炼，时刻准备许应寻上门的那一天。而今这一天终于来了，一颗颗棋子从天而降，如同星辰砸向许应。棋盘旋转，突然棋局仿佛从天地间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条条纵横交错的光芒，唰的一声向许应切去。北辰子信心勃勃，就算而今徐应身处三仙之域，自己也并非没有一战之力。然而那一颗颗黑白星辰从天坠落，尚未来到徐应的头顶，便又还原成一颗颗棋子，七零八落坠了一地。纵横交错的光芒在撞上徐应的那一刻又恢复成棋盘的形态，来到徐应身边，便威力尽失，跌落在地。北辰子心中一惊，催动神通喊然杀来，砰的一声打在徐应身上。与此同时，另一边的玉堂仙子也发现自己逃不出去，转头杀回，两人联手同时向徐应攻去。第568集，给你一个痛快。玉堂仙子喝道，进元神。北辰子闻言立刻元神浮现，玉堂仙子的元神也自浮现出来，两人的元神如若两尊天神，弥漫着滔天的神力。他们二人元神经过千锤百炼，蕴藏自身对道的见解，元神修炼到飞升期的过程其实就是元神向天神靠近的过程。然而两人的元神刚刚靠近许应，便见许应头顶的天空浮现出一种种瑰丽耀眼的天道符文，天道符文的数量越来越多，让许应站在那里如同一尊真正的天神。他们二人的元神越是接近许应，压迫感便越强，心中的恐惧畏惧便越强。突然许应一步跨出，轰隆轰隆的，北辰子和玉堂仙子耳畔传来天雷的声响，宛如雷劫在他们的神识中炸开，徐应的身影顿时冲塞了他们的视野。他的身影仿佛变得无比伟岸，他头顶的天空一个个天道符文亮起，走马灯一般旋转起来，天道之威恍若九天神旗向他们压下，扑通扑通的，他们二人的元神跪地，被天道道威碾压，动弹不得。徐应再向前一步，北辰子与玉堂仙子体内的大道也在震荡，西夷之域的道相也在裂开乃至瓦解。他们身后收割挪仙而移植的各种洞天不由自主地浮现出来，这些洞天无声无息旋转，突然间一个个从他们体内剥离，七零八落地飘荡在空中。北辰子和玉堂仙子被一股莫大的力量压制，僵在原地。突然两人鼻孔温热，抬手抹去，鼻中鲜血直流。接着他们的视野模糊，变得一片猩红，眼睛也在流血。他们的耳中传来嘤嘤的尖笑，耳中也有血液流出。许应又向前走出一步，北辰子和玉堂仙子口中咔咔吐血，体内筋骨传来不堪承受的啪啪声，骨骼即将断裂。他们西夷之域中的道相已经在瓦解崩碎，五岳仙山浮现出一道道裂痕，他们头顶气血在疯狂流逝，像是两道飘扬的旗帜。
元气和血液的流失让他们修为境界在疯狂缩水，要不了多久他们便会变成凡夫俗子。啪啪的，他们腿骨断裂，直挺挺地跪在徐应面前。他们身后元神早就跪伏在地，精气如烟般流逝，元神处在瓦解的状态。两人心中一片冰凉，徐应没有施展任何招式，没有使出任何神通，用挪仙的道行直接碾压了他们，让他们见识到了何谓不可逾越的差距。徐应抬起左手，北辰子身不由己飞起，四肢岔开漂浮在空中。徐应五指岔开，北辰子闷哼一声，西夷之玉不由自主浮现出来。五岳仙山、天河天山、三关炉顶、重楼瑶池、神桥玉京，一一变得清晰。徐应向前轻轻一推，北辰子的西夷之玉便离体而去，漂浮在他身后的天空中，仿佛西夷之玉与他无关。北辰子身躯僵硬，漂浮在空中动弹不得，想要扭头向后看，头却似固定在空气中，根本转不动。徐应迈开脚步走入他的西夷之域，北辰子拼命转动眼珠，想要看他到底想做什么，然而就算他眼睛瞪得再大，眼珠子也看不到身后。徐应细细搜寻，经过五岳仙山，随手一拨，便将五岳仙山从北辰子西夷之域中剥离。北辰子闷哼一声，只觉自己体内五气朝元的根基被破去，这是炼气室最基础的东西，倘若被破的话，他再难成为炼气室。徐应搜寻得很是仔细，一点点地寻找，抬手拨去，一座黑铁玄关从他的西夷之域中飞出，接着是一座座天山。北辰子惊恐莫名，感受到自己的一个个境界被剥离出去，从下而上的剥离就像是把自己从内而外的掏空一般。他的水火交炼的丹顶，天游接命的甲脊玄关，十二重楼、瑶池、神桥逐一从他体内飞出。终于徐应来到他体内的第三座雄关天关玉京，徐应抬起手掌向一旁拨去，这座雄关上穹苍天，是奉天承运之地，只是微微动摇。北辰子松了口气，他不可能剥夺我的飞升境界。
北辰子体内的这座玉京城看似与他一步之遥，但仿佛是处在另一个时空，另一个世界，让他始终无法涉足其中。这时北辰子虚弱的声音传来，只有仙人的元神才能进入玉京城，不成仙永远无法踏足玉京，你不是仙人，拿不出那座祭坛。徐英皱眉转身走出西夷之域，过了片刻拎着北辰子走了回来。北辰子，你取出玉京中的祭坛和神龛，我给你一个痛快。徐英面色淡然，尽量露出和善的笑容。我不折磨你，直接杀掉你，挫骨扬灰的那种。第569集，杀人当诛心。北辰子冷笑：徐英，我告诉你如何取出祭坛，便会违背誓言。我发过毒誓，肯定会死。我若是不告诉你，也是死，同样是死，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区别。玉堂仙子大声说道：没错，告诉他我们死得更惨，不说的话就算死了，上头也会保全我们的魂魄。徐英抬手，玉堂仙子不由自主飞起，漂浮在半空，四肢岔开，砰砰砰砰的一连串炸响传来，他体内的所有境界被徐英按出体外，将一个个境界废除。玉堂仙子咯咯笑道：姓许的，没用的，你就算杀了我们，将我们挫骨扬灰，让我们魂飞魄散，仙人也能将我们救活。北辰子也是哈哈笑着：说得好，我们这一世算是栽了，活到下一世，在仙人的安排下，我们也可以飞黄腾达，也可以成为仙人。两人相互鼓励，玉堂仙子说：当年我们的前任都已经飞升成仙了，我们亲眼所见。仙人不会抛弃他们忠诚的奴仆。北辰子血染白发叫道。玉堂仙子兴奋：我们下辈子飞升成仙。下辈子成仙。这二人越来越狂热，俨然一副不怕死的样子，甚至恨不得许应现在便杀死他们，好让他们被神仙救回来，转世投胎，好做仙人。许应不紧不慢地说道：你们的前任飞升到为虚深渊中做养料去了。北辰子和玉堂仙子充耳不闻，依旧在狂热地大呼小叫。服役的前任也是如此，他死之前曾经和你们一样狂热。渐渐的，北辰子和玉堂仙子的叫声低沉下来，玉堂仙子声音沙哑：服役死了。徐应轻轻点头，他试图说出两张镇魔符文的秘密时被仙虫吃掉，一干二净，什么也没有剩下。北辰子和玉堂仙子眼角抖动，玉堂仙子说：仙虫。一种极为细小的虫子，身体是由仙道符文构造而成，肉眼几不可见。当年你们接任监视者的职务时，会向仙界的符箓发誓，伴随誓言，符箓燃烧，飘荡的烟气会钻入你们体内，这些烟气便是虫。北辰子额头冷汗津津，许应所描述的宛如亲眼所见，他们当年就是这样接任监视者，仙符燃烧，的确烟气进入他们的鼻孔，像是有生命一样。你们的前任飞升其实根本不是飞升，而是飞入为虚，做了肥料。北辰子的声音沧桑：不可能，我见过，
他飞升的情形。玉堂仙子连忙说道，没错，我的前任当着我的面渡劫飞升，他的天劫特别弱，说是仙界给他的特权。许应呢，杀人诛心。我们可以去你们前任飞升之地，找出飞升霞光，我可以让你们看看他们的飞升地是不是为虚。他要让这两人死得明明白白，带着被蒙骗了3000多年的绝望和怨恨而死。北辰子和玉堂仙子对视一眼，北辰子声音沙哑，我的前任飞升之地距离此地不远，他在灵虚福地飞升。许应露出笑容，那么我们便去灵虚。他收拢银井前化地，北辰子和玉堂仙子被他关押在前化地中。许应正欲离去，突然看到天机上神死亡之地有一片微弱的光芒隐约透露出来。天机上神死得极为彻底，许应知道天神的生命力极为顽强，只要不破去他们的天道符文，便很难将其杀死。因此他那一剑破去了天机上神所有的天道符文，没有给天机上神留下半点生机。那么这亮光从何而来？许应走上前去，轻轻抬手，只见天神血肉中有一块奇异的玉质仙符飘了起来，光芒正是从仙符中传出。许应抹去仙符上的血迹，仔细查看，这块仙符上用道文书写元兽二字，这两个鸟篆重文极为奇妙，隐约间与元兽世界的天地大道相合。这是什么东西？许应催动仙符，突然一道光芒冲霄而起，光芒穿透云霄，洞照天外。他抬头仰望，只见那洞口处是一道浩瀚大河，河的后方似有另一片天地。这块仙符有些意思，先收下了，等办好钥匙，有空的话再去那天外看看。他将下凡仙符收起，前往灵虚福地。许应刚刚动身，忽然有所察觉，抬头望向东海，他感应到一股奇特的悸动从海面上传来，这股悸动给他一种熟悉的感觉，他犹豫一下，还是前往灵虚福地。东海，挪祖挪阳连杀数位钓鱼客，正要收起黄庭洞天，突然心生警觉，抬手向上托去。是谁？轰的一声，一座12重楼镇压下来，重楼神光大放，元神12征烙印自楼中浮现，每一种征都蕴藏着常人难以领悟的元神大道极致境界。挪阳的神识强大无匹，法力无比浑厚，否则也不可能连杀3位修为实力真至绝顶境界的钓鱼客，但他的神通稍稍与这座重楼碰撞，便立刻被碾压。挪阳白发飘扬，脚下青色仙蛇腾空而起，顶住12重楼。青色仙蛇被压得抖动不已，不断收缩，但还是将这座神楼挡下。空中传来一声轻咦，只听一个女子的笑声传来。挪祖的修为果然强大，连师尊这件至宝都能接下，真是了不起。一个宫装女子站在12重楼的顶楼，推开窗棂向挪阳看来，露出戏谑之色。挪阳心惊肉跳，顿知这座重楼的来历，全力对抗神楼的碾压。姑娘，我与你师尊同出仙门，当年同朝为官，你怎敢对我动手？这里面必有误会。那宫装女子正是花错影，一路追踪许应和楚香香，但是没有寻到两人，却突然感应到东海上有奇异的波动，所以立刻追来。他来到此地，便见挪祖挪阳杀人，于是祭起12重楼便打。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阅文集团联合出品的择日飞升，由头陀渊和一大群配音小伙伴联合制作。大家都说这本书听不懂，听不懂就硬听，硬听还不懂就再听一遍，谢谢。
第570集，杀人当诛心。哼，你也配与我师尊同出仙门？哼，我师尊说了，你们六人当年不过是无耻鼠辈，一些逃兵连战场都不敢上，只敢躲在后面。是师尊他们杀上前线与敌人对决，打生打死。但后来分好处，你们六人便又都跳出来抢了六大挪祖洞天。师尊还说，要不是你们抢了六大挪祖洞天，六人联手对抗他老人家，否则早就把挪祖洞天抢走了。你们保管挪祖洞天这么久，如今也该还给师尊了。挪阳冷哼一声，当年他们六位仙人因为被大恶人吓破了胆，没有冲杀上前，但也因此活了下来，所以后面的分赃中才有他们的份儿。但是花错影因此嘲笑他们就有些无理了。当年能活下来的那批人不是有多强，而是都够狗，包括花错影的师尊。那时活下来的那批人都没有冲到最前面，冲到最前面的都死了。太小觑我了。挪阳心中动怒。鬼墟的那位存在居然没有亲自前来，而是让弟子前来。哼，太小觑我了。是了，他不敢离开鬼墟，是因为他没有挪祖洞天，无法像我们这样炼化不死仙药续命。他离开鬼墟便会苍老，便会死亡。他顿时放下心来，目光落在十二重楼上。这座十二重楼应该就是大恶人的重楼，我们从他体内割出来的境界炼制城堡。你让你的弟子持此宝来寻我，岂不是要将此物送给我？挪阳身后黄庭洞天顿时变得无比明亮，比太阳还要耀眼，他的神识立刻变得无比恐怖。神识存想便可凝聚道相，甚至演化出天地万物。这便是他所掌握的挪祖洞天的力量，即便是等闲仙人神识也远不如他。他此次不是神识存想神通存想道相，而是要凭借纯粹的神通将花错影这丫头的神识冲散，将他的所有思维意识直接抹杀。那时这座神楼还不是落入他的手中？花错影感受到那惊天动地的神识，心中凛然，立刻催动杀招。十二重楼中每一层的许应烙印纷纷张开眼睛，眼中神光四射，迎着涌动的神识射去。挪阳的神识冲击而来，下一刻一道道神光穿透厚重无比的神识，斩在挪阳身上。挪阳闷哼，恐怖的神识冲击到神楼中，花错影立刻关闭神楼窗棂，将这股神识挡在外面。但是挪阳的神识是何等强横，哪怕他关闭楼宇的窗棂和门户，挪阳的神识也直接碾压进来，扫荡他师尊的烙印，试图将此宝炼化收为己有。花错影心中暗暗焦急，突然神楼剧烈动荡，却是挪阳竟然将这座神楼收入黄庭洞天之中，打算借黄庭洞天的玄黄仙火将神楼中的烙印烧去。他此时才知道挪祖是何等厉害，四万多年收割天下最顶尖的强者，积累的法力修为是何其雄浑。他心中暗想，难怪师尊只让我对付受伤的挪祖，不让我招惹没受伤的。挪阳将花错影连同十二重楼一起镇压，突然身躯颤抖，身上出现一道道伤口，这些伤口洞穿他的肉身元神，西夷之玉也被击穿。刚才花错影催动十二重楼中的烙印施展的那一击还是将他重创。挪阳镇压住伤势，立刻闪身离去，心里想着，我在此地引起的动静太大，恐惊动其他高手，若是被堵在这里就是枉死了。他心中一片火热，我福于天启，因祸得福，居然得到了这座十二重楼，
只待炼死这个丫头，把十二重楼炼为己有，普天之下便再无对手。就在此时，突然苍天裂开，天幕被人撕破，一道无比庞大的深渊出现在天空中。那深渊向两旁裂开，越来越宽，宛如一只张大的嘴巴。嗡的一声，一只冲色天地的巨眼转动起来，聚焦在挪阳身上。挪阳头皮发麻，心肝一颤。糟糕，我被人暗算了，难道是楼中的那个小丫头暗算我？不过老东西，你休想走出深渊。他神识爆发，恐怖的神识冲天而起，冲向深渊巨眼，试图将这道天渊关闭。灵虚只是一处小小的福地，总共有两道飞升霞光，其中一道便是北辰子的前任飞升时所留。许应来到这里，将北辰子和玉堂仙子丢在地上，不由分说直接催动元道诸天感应，强大的神识顺着这道霞光探入虚空。他的神识连接诸天万界，借诸天之力猛然发力，但见虚空剧烈震荡，以飞升霞光为中心，天幕被生生扯开，天空中电闪雷鸣，一道无比庞大的深渊出现在天上，深邃恐怖。徐英轻车熟路，直接将这片天地血淋淋的真相撕开，展露在北辰子和玉堂仙子面前。北辰子，你抬头看看，这道大渊就是你的前任飞升的仙界。北辰子面色如土，仰头望向天空中的深渊。那深渊在徐应强大的神识左右下，竟然被撕得扭曲，宛如眼帘向两旁拨开，咕噜咕噜的。横贯天穹的深渊中，突然有庞然大物在转动，接着一只巨大的眼睛将深渊填满，出现在他们的面前。那只深渊巨眼中，一具具仙人的尸体宛如溺死的人们飘在眼中，动也不动一下。许应将北辰子提起举高，冷笑道，瞪大你的狗眼看看，那些尸体中是否有你的前任，是否有你前任的前任。你们这群炼器士不过是仙人利用的废物，自以为能够破茧成蝶飞升仙界，成为与他们一样的仙人，实则他们将你们吃干抹净之后，尸体都要当成肥料。他将北辰子灌在地上，将玉堂仙子提起来，看看看看，你能找到你的前任吗？是不是像死鱼一样泡在哪儿？玉堂仙子与北辰子三千年的坚持瞬间土崩瓦解，两人的信念执念就像是馅饼落在地上，被无数人踩过，烂成污泥。就在这时，一股恐怖的神识之力冲上天空，试图将深渊两岸合拢，将那只巨大的眼睛关在深渊之中。许应正在唾骂两人，见此情形不由怔住，奇怪，除了我之外，难道附近还有其他神识强大之人？这股神识比我还要强横。本期故事已经讲完了，更多精彩内容请在喜马拉雅搜索头陀渊讲故事。喜欢本故事请给我们五星好评，转发到您的朋友圈，谢谢。